诸位，请留步。殿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殿下这是要动用亲卫，擅居朝中重臣吗？就算臣等今天不走，陛下也会马上得知的。满殿臣工都在。 殿下难道还想封住悠悠众口？是啊，说的是啊。刘明说，修母军事那边没有查出端倪，可是臣等按令旨，在殿下所属各处田庄上等候。今天五更，有几个人往西山田庄偷牵了30匹马，妄图栽赃太子殿下。臣已将人马全部拿下，现在就在殿外。马是军马，人。 是萧纪的军士。殿外的马只和先前一样，都是送至前线的战马。卢英，就凭你一句话，不能断言吗？钟书令，你自己说过的话自己都忘了吗？陆御史的换季，连陛下都赞誉过，你办不到，别人就不能吗？ 就算你有翻云覆雨手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也请你讲一次道理吧。萧纪，是齐王监军，竟然勒令部下贪盗战马，还妄图栽赃监国储君。刘明，臣在。马上前往，拘捕齐王。殿下。 那是亲王，如果查出来不官，如果今天有指挥没有抓到他们，这就是我的觉悟。诸位如果也有，再来阻拦。 对不住，我绕过函谷关。 先往上圣局去了。哎，你这什么时候？殿下说话的时候，小人越过了函谷关，先往上圣局去了。去，叫游民过来。殿下，去查查咱们的东宫卫。 把他们绕到后院去，丢了我半壁江山。